喂。各位同心，那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哈。这节课由我们阳明道杨老师演讲哈，请掌声欢迎，谢谢。来，各位长辈、各位学员，大家好。咱三天的课程就要结束了哈，下尾要一节课，这节上完了啊，十二点咱会使食饭啊啦哈。这两天天气较无好吼。恁拜五来的时阵也无落雨吧？敢有？有啊，帮忙吼！这两天落较大，这拄好咱即马台湾当需要的嘛吼。恁住北部的人较侪，也是中南部的较侪？北部的野手好无？恁有去献水了无？有哦，已经开始了嘛吼。呵呵，来，这是我的题目啦吼。那么讲完恁就知影是安怎要。定这个题目，这个背景哈，这是有意思的啦。我常常拢会家己要做报告进程哈，我用的这个 PowerPoint 哈，我常常拢会用准，是安怎表示什么话呢？表示咱，也是我家己，咱要行对倒位去，这是我的名，因为哈三天的课要结束了哈。其实恁初级班的无需要读太深的物件，我感觉太深的吼，等到你可能吸收袂去。所以我即阵是较重要，这三天来的较重要物件，尾下阁甲你复习一下。我一撮新的物件互你，但是呢，咱伫个遮学到的哈，伫面上学到的遮理论啊、法理啊，你要提出来看咱现实这个社会上、世界上发生的代志。你要提来看新闻，你才会当了解讲，是安怎？这个新闻是安尼，你才会当了解讲，是安怎？美国的反应是安尼，是安怎？中华民国的反应是安尼。你才会当更加了解讲，咱读的法律是正确的。你若提咱的法律个道理，你就知影是安怎代志安尼发生。你袂像人外口的新闻哈，大家我袂乱报，我袂乱讲。最近的 F18 还是阿帕奇，迄我无讲啊哈。你若要了解个？军事有关系，像 F18 是安怎降落，是安怎阿帕奇的发生代志影响较大，是安怎美国的跳脚，我建议恁哈，回去看咱网络上的迄录影哈，咱有一个江苏陈泰山，伊是咱民政府的江苏内底啊，专门研究军事这方面的陈泰山，迄个泰山啊，你会使来看。咱我即阵就是要希望恁来练习。提咱的法律来看即马发生的新闻，啥乱也是安尼吼，咱开始吼。好来，这是3月12日的迄个新闻，一个月前。这恁知影吗？民进党这个代志，迄阵啊可能较无遐报吧，但是一般所有我知影，所有报纸拢有报着。民进党的福利部的主任林靖怡，伊要去联合国开会，结果呢，伊的要去申请迄、那个，伊的遐受访证吧，参加啦参加的证件要换证件，摕中华民国的护照，结果呢，联合国迄警卫甲伊讲台湾护照不行，佮阿讲用英语讲，it is policy。联合国一贯以来的政策就是安尼，中华民国的护照袂使啦，是安怎袂使？你来读三天啊，是安怎中华民国护照袂使？你本是假啊！不来啦，问唔对，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。是安怎？流亡政府都袂使，因为联合国的会员国都是怎样？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，中华民国
你若阁无甲你承认啊，全世界无甲你承认啊，所以你这本袂使，伊认为你这本是假的。啊，但是已经有人邀请去啊，啊，你去到遐，人甲你邀请去，去到遐你要开个，阁有甲你冻掉的，啊，要安怎？怎么样才有办法进去？这个代志安怎才好解决？你知影吗？哎、欸，找美国，可是你的护照是这个，还是中华民国护照？哎、欸，没有用。找中国更没有用，哈哈哈！安怎才有用？真好，哎、欸，咱叫一阿伯讲对啊，哈。咱即马身上所有的证件，其实有个讲啦，你有没有别的证件可以证明你的身份？提白证件出来，咱呐，对，伊呐，咱的民政会身份证提出来可以看嘛，就通啊。啊，哪个未通嘞？找美国嘛。这不是你军事政府发的吗？你拢敢讲这会用的啊？啊，想来也袂通，找美国嘛。过来，什么款的物件会通？那中华民国护照袂通，啊，要出国去，要提中华民国护照，要提啥货？提别个护照？提美国的吗？提英国的吗？啊，咱拢无伊遐护照，变怎？啊，那提咱民政府的什么物件？旅行证件，哦，咱这阿伯有够厉害，哎、欸，那个拍拍破就好不？哎、欸，阿伯你也这厉害，你也知影？哦，你高雄州啦，高雄州讲啊，无唔对，中华民国的护照，你若国无甲你承认，咱的旅行证件我是等的，去年开始十月份讲开始会使申请啊，我十一月份申请，到今麦袂了，哦，一直等的，我我的中华民国护照，去年的一月份就到期啊。来民政府了，我就知影，我买第二个护照啊。哎、欸，不是，我不是中国人，我不是中华民国的人，我摕你护照要创啥？我要等美国发给人的旅行证件呐、啊。今仔日林志颖也是摕到咱的旅行证件，也是摕咱的身份证入去，一定让入去。啊，若摕咱旅行证件，袂让入去，嘛是赶快啊，找谁护照？找美国护照，美国的。官员大赛，来紧嘞，走来个联合国讲讲，哎、欸，啊，这阮发的呢，安怎，叫美国去交涉嘛。咱若美国接了也无唔对啦吼，但是即摆咱嘛出什么代志，就找美国，美国来甲咱处理。哎、欸，安尼嘛袂歹吼。好来，但是呢，你当家讲一寡物件哈，其实哈、啊，看看有当下感觉足悲哀，这就是咱台湾人。七十年来，新闻就是安尼。林志颖讲啥？走到对街，眼泪流下来哈、啊。我一个土生土长台湾人，我美丽的国家台湾，你来个家，你就知影这句话讲唔对去啊，都唔对。嘿，不是的嘛，台湾不是国家嘛，不管了哈。我美丽的国家台湾，我不是因为能力不足被拒绝，台湾没有做错事，却在 its policy 之下被关上门。台湾人，中华民国嘛，同款啦。除了国际社会用冻掉、冻掉，啥拢来安尼？冻七十年啊！尤其你因为开始起来，哦，要啥物加入联合国要安怎？对不？要加入国际组织拢用冻掉的，这就是咱今麦的情形嘛。有当时我想想吼，真正足厉害。哦，好，一个讲啥？妇女第二论坛啊，我们高呼性别平等，消除基于性别而存在的一切歧视，而我直接感受到基于出身残酷的歧视，血淋淋。因为你是台湾人，因为你提一本中华民国护照，所以阮就是无甲你承认，国际上就是无甲你承认啦。啊，啊，哎，这个文破去了哈，伊个 Facebook 顶头哈，有人甲留言哦。伊讲啥？伊讲是 ROC 中华民国护照不被承认，不是台湾护照不被承认。这句话对不对？对，那也不对。我感觉哈，会晓甲回应这句话的人哦，应该是咱的同心啦。那是你本中华民国护照，国际上无承认啦。那本不是咱台湾人的护照嘛？台湾受法国护照没有哈？本土台湾人从来冇发过自己的护照，你唔是国家，你咩发护照？发护照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才可以发行护照。
咱不是啊，咱什么时候发过？什么时候发过台湾护照？当然不是台湾护照不被承认嘛。但是足悲哀的啥货？伊顶头甲你登一字台湾，对不？头啊，敢绿色的绿皮啊，无台湾迄字啊。尾啊，阿扁起来，佮登一字台湾，我混的，你也是。所以愈来愈乱，搞不清楚啊。中华民国、台湾人、中华民国什么都搞不清楚的。哦，来，阿林静然后回复伊讲 ，ROC 不被承认是事实啊。但是呢，人家直接称我们台湾呢，那个直接不发证给我说是台湾 passport， 不是说 ROC passport， 鬼拢乱去啊，国际上嘛搞不清楚啊啦。但是你来个台湾民政府啊，三天你学着基本的哈，等于真正去研究啦。其实我感觉基本的物件你也真正搞清楚了，回去这些可以看得懂啊，你拢会当看得清楚啊。到底安怎才是对的，你拢会当看得清楚。哦啊、但是、哦、我跟你讲，初级班三天下来吼，唔是安尼就足厉害，我无骗你。你当时吼，一份新台湾论一定爱读。较早阮早起就来哈，哎，不时必须你拢讲讲，当起爱读，当起爱读，佮大家拢放放啊。迄一本较加重的是要看啥？哦，平常时啊，生活就已经足无用啊，佮来看一本，袂再使讲，哎、欸，真正爱读。读了清楚啊，咱的理论拢清楚啊。国际上发生什么代志，是安结果是安尼，你一看就知影。你绝对袂对中华民国这边的所有这些媒体，对后人咧讲啥，伊就对，绝对袂安尼。你有家己的看法，你有家己的看法。吼、哦，好，我讲一遍，伊这个林志颖这个代志，要哪会当解决？摕咱什么货？台湾民政府的证件嘛，今嘛有身份证，身份证，后摆来当出国，袂使讲出国啦，来当行出台湾。摕美国发落来的旅行证件，就用旅行证件去证明嘛。好、哦，啊，过来开始咱来看。最近啊，这几年来，这两个月来发生的这些代志哈，来，这毛氏国光啥？我进前讲要加入亚投行对不哈？哦，哎、啊，卖人叫嘛，已经叫啥？陆委会是不是啊？哦，叫财政部啊，拢去投件啊，递件啊，啊。毛志国讲啥？中华台北是底线，他讲的对不对？他讲的对不对？对啊，怎么不对？另外，美国今嘛要出去加入国际组织，伊敢会当用这个名尔？中华台北没有办法用别的名字啦。尤其你要加入中国的物件，中国的组织，无可能和你用什么中华民国啦。绝对无可能啦！你家家是怎样？中华台北，中华台北什么意思？恁读三天啊，现在江苏应该甲恁讲吧？什么叫做中华台北？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，简称中华台北，你知影吼？伊会用这四字表示一下，伊承认家己是流亡政府。哎、欸，咱都唔知呀，伊拢袂甲咱讲。你爱来加咱台湾民政府，你才会知呀。好啊，你用这四字好啊，你是流亡政府好，会使，我你加入。绝对无可能你用中华民国啦。哦，绝对无可能你中华民国。好、哦，来，啊，这足奇怪哈、啊。今年一月一号，中华民国就走去美国讲升旗，这你还记得吗？哦，啊，结果美国就讲，阿伯就说个安尼哦。哦，哎、欸，阿伊若拄着中国人，你看，伊要去中国，要加入亚投行，只要中国人在场，伊就家己的国旗、家己的国名拢个摕掉。他安尼足奇怪嘞，咱来看一下哈，来那个上家放一下马英九事件簿。你还记得无？2008年，中国比赛单飞人在台湾，中华民国国旗被迫害，五星旗颠倒公然来飘扬，五星旗却公然飘扬，却公然飘扬，却公然飘扬，五星旗五星旗却公然飘扬，却公然飘扬。你还记得无？连中国的美容来台湾，中华民国的国旗稍微站起扛起来。
是2008年陈云林来台的时阵，迄阵啊是11月份哈，迄阵啊，迄、那个麦永久上台了未？上台了没有？什么时候上台的？2008年的，哎，5月20，这总统嘛宣誓，伊是上台了，所有的政策都改变了。中国人在台上，伊看，伊家己国旗摕了，你无感觉足奇怪的吗？哈？你无感觉足奇怪的吗？中华民国是安怎？精神错乱吗？是安尼吗？其实哈，伫国际场所内底哈，在国际场合上，中华民国拢遵守国际法，伊足巧的，因顶头遮拢知影。都怎样怎样遵守国际法啊？家己甲提掉啊！啊，等到是向咧维护中华民国，嘿，咱只系讲百姓咧。等到是即卖民进党咧，是不是安尼？啊，拢错乱啦！啊，伊拢唔甲你讲，啊，知影的人哈，家己知影家己什么身份，啊，唔知影的人变性命甲维护，啊，当然台湾减袂出去嘛，当然都在这家己乱嘛，啊，那安尼？因为安怎，吉永明知影，全世界只有一个中国，中华人民共和国。吉永明，中华民国遐高赞嘞，遐中国人内心都统一了嘛，是不是安尼？伊家己知影，我要统一啊，只有一个中国，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北京政府那一个政府，啊，好，来，那来看哈。日本教科书称钓鱼台是固有领土啊，外交部严正抗议，对不对？哎，前面这个对不对？对哦，前面这个对哦。哦啊，后边外交部严正抗议，中国人哈、啊，惊别人啊，拄着日本呢，啊，就迄啥物民族仇恨的情节就跑出来了啊，就开始基本上拢欺负日本人哦，就抗议。中华民国足惊阿强诶，嗯，啊，若拄着日本拢唔惊，吼、哦，足大声诶，啊，惊中国、惊美国，但是唔惊日本，哼，足奇怪，嘿，无法度啦，哈、啊，好，过来，所以我甲恁讲哈，咱看到是即个新闻哈、啊，你要提出来认识无？用咱的理论来看，你才知影讲啊，这都毋是真诶，啊，到底安怎写是对诶，吼、哦，好，过来，咱来看最近的即一挂新闻哈、啊，迄是咱诶。跟我们的论述，跟我们的民政府的这些论述有关系，法律有关系。咱来看最近发生这些代志，那不是柯文哲上台，到底较早中华民国政府在创啥？知影？五大弊案嘛吼，每一个弊案拢超输啥？拢超了一两百个有吧？啊，那五个弊案啊，倒倒起来，我看了千个有啦。啊，这种发生在台北，跟台北市就安尼啊呢，有够恐怖的。啊，咱拢爱去用数会，去用数会，啊，咱拢唔知影，拢看袂着啊。哎，嘛无互你看，嘛互你知，去用数会，啊。来，阿姐，台南的迄个议会咧查，对不？这恁知影嘛吼？赖清德你去啊吗？你去接受质询了吗？还没，到今摆也唔入去。我话赖清德真要厉害啦，但是有伊个关键哈，他有他的原则在坚持哦。你看。国民党有够害，对不对？哈、哦，哎、欸，伊买票嘛，所以选掉议长嘛，所以咱在当知影。虽然即摆被判决啦，但是咱会当用头壳想嘛，知影？用脚头想嘛，知影？好、哦，来，啊，这是议长，啊，这是副议长，副议长是民进党的咧。民进党的即摆有较好吗？嗯，来，副议长，哎、欸，两个拢用，一个用压去啊，一个用起诉。伫中央美国体制内底啊。较早阿扁啊做八章啦，我感觉阿扁啊其实有比中华民国遐个政治人物较好啦。但是哈，八章内底啊嘛是对恁乱啦。中华民国那阿扁啊选调时，中华民国甲咱通敌50章啦，民进党起来甲咱通敌八章啦。结果迄阵啊，电视顶头定来讲啦，国民党啊腐烂50年啦，民进党8年就全部学起来了。我知咱即内底可能还阁有人支持民进党诶，哦，但是我感觉，这讲了敢若嘛也有道理嘛，还是有道理嘛。阮爸爸哈，迄阵啊，民进党还袂组党诶时阵，伫党外伊就定来参加啦。民进党伫组党伊就随加入啊啦。
你比那什么阿扁，比什么人啊？扁遐人拢比伊较早加入来。结果咧，阿扁啊，第一任选掉了吼，第二任佫要选，我阿爸，阮阿爸就歹插伊啊。我刚听着阮爸咧，定咧讲一句话，哎、欸，迄政治就乌，政治就乌的。到尾啊，对民进党彻底失望。嗯，民进党其实嘛无较好啦。啊，这台中啦哈，啊台中怎啊这里吧，都发生大事啊！就买捷运施工嘛吼，哎、欸，足侪大事呢！中华民国政府那呢，乱七八糟嘞。哦，啊这，这恁知影嘛？这是搁个韩国的啊！你台湾的感觉，中央有没有感觉哈？唔捌安尼啦，这是上韩国的。我看看我，哎，阮伫外口拢讲，啊，这都调台尾啊！中国的每一个调来，到尾拢爱乱到足奇怪，乱七八糟啊！什么代志拢不空，什么代志拢有啊！所以含咩阿帕奇，阿帕奇这款代志，照你讲，较早是袂憋空的啦，含即卖都憋空啊！啊，啊，过来，吼、哦，这恁知影嘛？吼、哦，哎、欸，唔是干阿台湾人入去的，唔是干阿中国人入去的，佫有一挂外劳、外佣入去啊！这已经是啥？军纪完全荡然无存了啦！我要来甲你讲啊，咱一般人入去吼，你要参观哈，佮有可能互你安尼进来个食入去，绝对无可能啊！伊边啊，会甲你围起来。你敢会让你红山外口看咧？上侪，互你徛喺外口安尼看，绝对无可能互你入去，搁互你翕相，搁互你铺上网。你捌咱内底下查甫人，捌做边鬼拢知影。这一定是啥？你有特殊的关系嘛？特权呢、啊？你最好都安尼算嘛。啊，这绝对毋是一届两届啦，因为别空表示啊，那是常态啊。啊，这哈、啊，你若。机会恁去看，我真要建议恁去看迄陈泰山讲师的功课。伊讲哈，因迄内行的军事专家，伊这相片一出来，伊看了这仪表来，这会知影。哎、欸，这有什么款功能？什么功能？马上机密就泄露了，马上机密就泄露了。因都开始用，更唔知影，有这么严重吗？是不？啊，好，来。中华民国规个拢在乱哈啊！国民党家己乱内乱，对不？这恁知影吼？哎，过来！哎、欸，民进党嘛在内乱，哎、欸，这个足奇怪，走去美国无来无是讲唔对的。这恁知影吼？吼、哦，哎、欸，有够乱的呢。较早啊，我袂入来民政府进前，拢认为哎，家己的国是中华民国。我来看你安尼，我真正气死！我无骗你，唔是安尼。我即马知影，我毋是中华民国人，我嘛用要气死，是安怎？咱嘛是还佫一贯的啊，但所有一切拢是伊控制啊，伊哪里害，伊哪里乱，咱就对咧衰嘛。伊愈害愈乱，啊，咱嘛愈衰，哦，真正用要气死的，我无骗你，哎，哦，好来，哎，毋是人咧乱尔，哎，毋是咱一般俗世人咧乱尔，含这宗教这啊，伊种拢知影嘛吼。真是啥，主席嘛爱乱乱搞搞乱的。这个方面哈，我不便评论了。但是后边遐我来讲的是关物件哈，甲宗教关系。民进党起来，不是干那文化、政治啊争论。我要安尼讲哈，宗教嘛爱争论啦。台湾的宗教真正爱争论啦，我无骗你。我认为啦哈，我认为我家己是不够多，但是啊。我感觉有够真正有够乱的，即马伫咧台湾，啊，你真正个整顿啦，哈、啊，好，来，人咧乱，天地受影响呢，啊，天地爱乱哈，咱人嘛受影响啦，啊，这，啊，我感觉哈，当然淡水哈，这个教授哈，讲了真好，你若有机会哈，去《自由时报》，这是前，以前的成大的校长啊，伊是水利的专家，台湾的欠水哈。不是无水呢，是问管理啊，不要管理啊。台湾每年下的水还是够用，但是啥拢无甲捞起来，拢捞掉去。啥那水库愈来愈浅，愈来愈浅。伊有甲因教呢，伊有甲中央面国教讲，你迄个水库要安怎清？你安尼卡安尼卡，卡几百年嘛卡袂完，安怎清才会使？伊有甲因讲啊，啊中央面国政府无爱做啊，讲啥？挡人财路啊，讲啊真清楚啊。中央民国官员，伤害到这个，什么百姓呢、啊？那些公司的利益啊，
哎，水库啊，遐卡来卡会使说，土沙对，会使去啊，建设啥，起厝啊，做建材啊，对不？啊，你若无互安尼看哦，你甲漏漏掉，清清掉，我伊就无钱哪赚啦，当人财路，伊无安尼做啊，够害的，你讲够害的，哦，好啦，那哪位看这抿嘴啦哈，看人家新闻发现的代志哦，继续，啊是啊，柯文哲伫这本册内底哈，158页讲啊哈，每天看电视上抿嘴谈话，觉得台湾好像快完蛋了，我刚刚讲人家有没有完蛋了呢？可是其实在南台湾的道路上，看到那些坚毅黝黑的面孔，在烈日下奔走操劳，我感受到台湾的生命力依然旺盛，重新拾回对台湾的信心。我感觉真正是安尼啦，台湾上宝贵的是咱这的人啊，一般的老百姓啦。台湾的生命力不是伫即马，不是伫咧即马台面上遐政治人物。感觉我感觉足奇怪，因可能拄选掉时阵才有迄个理想抱负，但到尾拢来弯来弯去，弯来弯去，弯到规个拢乱掉去。哦，啊，柯文哲起来袂歹，伊确实有影带来一个比较特别的新的力量，对不？当然政治跟他开始有咧改变了，应该讲中华民国政治啊。哦，但是我感觉哈，因为伊是伫咧台北啊，啊，所有遐媒体拢伫咧台北啊，啊，大家拢对咧走啊，啊，讲我感觉对。这个较无公平啊！这个什么人？赖清德啊！其实啊，我头开始我是看柯文哲的册啊，尾啊我去看了赖清德，因为赖清德这部嘛最近出的嘛。赖清德这市长这四年啊，我看了，我发现讲啊，原来柯文哲足侪是改学的啊。啊，但是啥新闻都无要报赖，无要报赖清德，啥物白报？伊较无遐新闻啊！啊你。啊，台南嘛，啊，你遐电视公司拢伫咧台北啊，啊，怎样啊？对不？啊，所以拢报柯文哲较紧啊，啊，柯文哲个会讲唔对话啊，柯文哲较直啊，对吧？啊，较有新闻他报啊，啊，这无我感觉这足无差，足无公。其实哈，恁呐，伫来台面上，你真正有心要为台湾做代志哈，我建议啊哈，除了咱的新台湾来看以外，这两个人，柯文哲甲赖清德的册一定爱看，哦，一定爱看，哦，好来。台湾的老百姓可爱在什么所在？什么方面的力量？这您知影吗？台湾树王是什么人？你知无？对，赖上真好，来上家，咱来看哈，咱来看这发达哈老百姓的力量。我是詹怡，欢迎收看这礼拜一步一脚印发现新台湾。你是不是曾经梦想过，如果中彩券做个几千万或几亿，你要怎么花呢？今天我们这个主角，他有15亿，而且已经花掉了，而他是靠着慢慢做生意累积到的财富。但你能想象这15亿他怎么花的吗？这个人。我们看了真的都觉得很惊讶，人称赖桑，他呢过去的20多年一直在买地，而且买的是中部山区一座座的山头，他并不是用来开发，而是买来种树，而且种的呢是像牛樟、孝楠这样的国宝树。那么他的想法对他来说是一种梦想，就是让山上的森林来永续台湾。即使他被笑作是花钱的傻子，他还是继续发展他的山中传奇。种下棵小树苗，等待它长成大树，光想象就已经觉得漫长。但对人称赖桑的赖佩元而言，梦想还不是只种一棵树，而是想把树变森林，延伸到天际。这人住到几年？二氧化碳7.5吨，哦，啊，所以时阵咱来这个世间短暂40-50年，50-60年。以后要走的时阵，哦，啊，清清白白，啊，袂使来住在地球。咱人啊，吼，无一定爱有宗教，但是爱有信用。我的信用就是正确啊。哈哈哈。对啊。
戴着牛仔帽，锄头不离身的赖桑，很难想象过去是西装笔挺。赖桑家是开货运的，他跟兄弟们白手起家，全身奇光，一天尽力可以在台中七期买两栋房子，在运输界无人不晓，接触了不少工厂客户，所以从年轻开始，赖桑就比别人看到更多污染的可怕。脱山啦，河流啦，咸泥啦，积蜡啦，哦，生态拢足好，我做呢七八岁，啊，哦，我拢享受迄个生态，啊，这样子的生态拢无去啊，我拢直直叫，每年每年拢直叫。想法一点一滴在心中茁壮，就在31岁那年，累积好几十亿身家的赖桑再也没有踏进公司一步。有什么31岁，一当中就毅然决然，就是讲好，我就是要开始做啊。啊，一当中都已经累积有一个能量啊，所以爱开钱啊。你简单道理就是要开钱，但愈等退来愈无啊。人是时间的价值啦，敢定定30岁啊？难免就40。把公司交给干部跟太太，从赚钱者变成一个花钱者。啊，你人爱做一挂戆人的工课啊，啊，做一挂无私的奉献啊，啊，大家来拢遐吃都，大家安尼都拢无要做挂古董工课啊，啊，你好贵啊，戆人啊，戆人都爱做戆工课嘛，啊，戆工课才会使摊得上。几千年、几万年啊！啊，想巧的拢十外年尔。笑称自己是傻子，赖桑说：“光看他买第一块地就知道。”好，先暂停哈。来，赖桑讲，伊要拼几年？伊种树要拼几年？几千年、几万年呢？啊，咱台民政府拼几年？咱要拼几年的事业？啊，你捌想过吗？咱嘛是要拼几千年、几万年的。咱的母国是大日本帝国啊，大日本帝国皇室哈，因这皇帝拢是共一家伙啊，2000多代来哦，拢是共一家伙啊，直传，无换过朝代呢，因拢是共一家伙啊。啊，中华中国啊，中国3-4千年来换过几个朝代，比30个有吧？咱民政府若起来了，台湾的国际地位正常化了，咱要阁继续建设台湾嘛？甲台湾打好的基础，要拼千万年的事业的基础呢，拢是共款的啊。但是我感觉足无彩啦哈，咱即摆生活无好过啊，外口人拢家咧拼一工的巴肚安尼尔，很可惜啊。啊是来甲台湾民政府爱了解，你若真正有这个。志愿这个愿望为党打拼，咱是要拼千万年的事业吧？哦，好，来，上家继续哈。当初人家看他做货运，主动上门要卖地，结果只听到大雪山三个字，连地长什么样子都没看，只考虑3分钟，就花了3000万买了。啊，这种的就是无啦，种的就是这个地形，这个土地定型落去啊。就是，永久拢无可能过来个种蔬菜水果啦。大雪山海拔有2000-3000公尺，起初山头放眼望去都是果园，有柿子、梅子、柠檬，但赖桑废掉果园，只因为觉得山该有山的样子。他想回归到零，从头开始，但要种什么，一开始也不清楚，还是木材行老板给了灵感。啊，这小人就是咱台湾的国宝树啊，去问木材行门口大王爷，有小人啊，这小人就对了。你土爱甲动起来，伊水啊落落都掉了呀。哎呀，做个除水草。没多久后又买了第二块地，就这样一种下去不可收拾。过去投资的不动产一块块被拿来卖地变现，再拿去买林地，把外口的黄金拿来换烂地啊，烂地再种树啊，高级树再变黄金上来啊。
在当时没有几个人听过节能减碳时，赖桑就一头摘入这个他口中的千年事业。那就涨停板，人的涨停板是红的，咱的涨停板是青的，这种逆向啊，逆向思考，啊，这都唔乜跌停板嘞，特工都涨停板都乜跌停板嘞。在动辄七八十度的山坡上，要是不服输，很难往前走。但赖桑如履平地，来去自如。这个顶回来对，嗯，要个起黄山。黄山的意思就是讲真这个心啊，真那个地形，真恶劣。真陡峭，啊！所以这款呢，所以讲挑战不可能的任务啊，一天，安尼四下到五百人，啊，一天拢才完成好。啊，本来咧叫迄个职业的，来演艺的啊，哦，职业的咧叫因来到帮忙，整，一天五千块，因讲因唔敢整。啊，那我这收费不一样。哦，因为，哎呀，啊，没在错，来呀，起啊，啊，啊，所以这已经是这环境训练噶，已经开始做了，起来了，算有进步了。明明没人逼，却像在跟时间赛跑一样拼命赶进度。我这么付出一秒钟。后摆百年货啦，一百年后啦，这价值啦，规工做到脚假使咱能够脚会酸啊，我就小可喘息一下安尼讲，安尼一个做啊，你感觉出阮有感觉足爽的啊，足快乐的啊。一坐至少就四个小时，顶多中午吃饭才算休息。来家做啥食饭啊？为了我们，这天菜色罕见丰富。但熟悉赖桑的人都知道，平常顶多两三样菜，或者大锅面打发一餐。随着林场日渐规模，赖桑的身躯瘦了。口中的阅兵台，眼前的视野顿时开阔。二十多年过去，昔日的黄土变成青葱绿意。这个树木啊，这后摆这高级树这东西，千万大军啊，哎呀，千万大军啊，我跟你咧讲话，伊嘛咧大，哎，我咧睡觉，伊嘛咧大，对吧？哎呀。这比西门里那边的也骨较土质薄土的也骨较好，阿哥，你小子也冇请假，所以我常常讲这个未罢工，免劳保，免遣散费，免退休金，别靠背，大家涨停板，日日有希望，都别跳了，过边头吃饭，刹那就是永恒嘛，哎呀，这几年你打算？哎呀，不中白不中哦，一中跟他。读几千年啊，三五千年啊！来，先暂停。来，赖桑讲伊培养千万大军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咱要培养多少的大军？哈，咱要培养偌济大军？头啊开始，咱是要培养四千个啦。但是台面政府的脚步未行到这为止嘛。过来就是要全台湾人拢爱知影嘛。所以是2000万，上无2000万的大军啦。台湾人拢知影以后咧，唔是干影响台湾尔啦。台湾的地位啊，真正让用国际化、用战争化来解决。无发生战争的时阵啊，全世界拢对台湾行，影响到全世界的人，是不是安尼？咱想看卖，今仔会知啊？张啊，张台南这个蔡秘书啊，讲啊，讲因咧想啊，台湾的地位啊，真正让解决啦。咱的秘书长啊，有可能会摕到诺贝尔和平奖啊！伊讲啊，还诺贝尔和平奖诶，遐个奖金嘛，叫秘书长讲，摕来咱民政府大家分啊！
对啊，比如讲啊，好啦好啦，哦，咱影响的不是干咱目前这的人尔。我想，台湾政府真正成功起来时，影响是全世界的。哦，来上讲一遍，一赌就给他赌三五千年嘛，对不？哎，这足无简单的呢，这种想法真正足无简单的。你捌想过吗？咱的台湾政府嘛是同款啊，咱希望台湾人国际地位正常了，永永远远拢正常，一个好的所在，一直建设发展落去，嘛是要变三五千吨啊，拢是同款的。想法同款的，只是讲做的代志无同款。哦，理念是同款的。好，来接下去。到我们采访前一个月，赖桑又买了七笔土地，到现在已经买下十座山头，种的牛樟、孝楠、五叶松等国宝树数量超过26万，已经是全台最大私人造林。赖桑的森林梦还在延续。28年前就是安尼种起来，安尼，现在已经八米外了，八米外高了嘛。差不多咱不算哇，没有。这是赖桑种的第一棵树，是他梦想的起点，却也是他跟家人产生旗舰的开始。我拢反对。阿姨是安怎讲？讲我戆人啊。讲这山是要吃草啊，是要吃土？跟我妈讲啊，是不是去用黑屋啊？啊，要来催生呢？一姐吗？爸妈说他疯了，妻子跟他冷战5年，儿子形容赖桑抛家弃子。那个背影本来就是离弃我们的，在小时候，那个背影是碰触不到的。我常跟朋友开玩笑说，我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，可是在我出生没多久，这根金汤匙就被赖桑拿去埋在地底。你袂当阿妈都讲阿囝，万一不谅解怎么办？对啦，阿都不用陪，陪生，天哪，谈这个偶女事情啊，吼，就是小爱，爱跟大自然，爱跟地球对谈呐，这那是大事。那时候的赖桑不辩解，不反抗，他没有放下锄头，默默的忍受责难。心里也坎坷。我会放这个影片，让恁看，想我感觉赖桑的精神，甲伊的经过，甲咱足像的。台面政府甲即马起来，阮去甲外口讲，上接听到的三字，无可能啦！啊，恁读个歹去啦！比如你用去用美容诈骗集团美规章啊，比如你毋捌辩解过啊。伊嘛甲阮讲啊，你去外口，人来甲你吐槽，人来甲你讲你唔对，安怎，甲你批评，无需要甲伊辩解。阮伫外口甲人讲，有人笑人，有人会特别经过的人啦，看到民政府办公室走入来，甲你辩啊。我也知影讲，迄个人我讲的，伊无法度静静听，我就袂讲啊。我嘛袂甲伊辩解。你知影你家己做的是对的代志，你就继续做，是安尼，无需要辩解。好，来接下去哈。新的代志，一百个人甲你反对，你就大成功；一百个人甲你赞，安尼迄款的就大失败。为什么你讲？那你正人甲你讲会用你，就是无特殊啊，没有特色啊，正人有嘛，正人做，对吧？那我就是要。走出一条不同的路，啊，都要用公婆路用100%，爱用刺激100%，有的人就是刺激无大，唔得做袂大。问赖桑难道不灰心吗？他依旧一派洒脱，坚信自己是在做对的事情，上天自有安排。随着树越长越高，水回来了，鸟也回来了，大自然的美仿佛在无形中将家人之间的鸿沟逐渐填平。
拢掠十七元啦。啊，你来出去哦，哎呀，伊来出去哦，你就落去。大儿子赖建忠回忆，8年前一次聚餐，看到父亲鬓角长出白发，让他开始想去了解，到底父亲大半辈子在做什么？也才发现，原来父亲每种一棵树，在他们兄弟心中也种下了树苗。那当小树苗长成大树的时候，那种影响力，那种给人的希望，给人的感觉是无穷的。我是全世界有最多兄弟姐妹的人，我有快将近30万个 brother 跟 sister。 赖长汤说了，他说进球要救两个好生的 get 了。赖建忠说，年轻时非常叛逆，只能说大自然有他神奇的力量，在不知不觉当中把他的心变美，开始体会到原来父亲的背影不是背弃他们兄弟，而是在带领。这条种树路上踽踽独行了20年的赖桑，终于不再孤单。除过草就干干净净的啊，杂草都没有了，就只有树苗而已、啊。打电动跟上山，你喜欢哪一个？上山。为什么？因为像空气新鲜。所以我唔是戆人。所以恁以后时阵，我即么一年种一万丛，后摆恁看有哪2万无，3万无，哦。哦，这边连条拢讲唔是咱落家的，哎，这是天地。哦，啊，有上帝给咱靠这个福报来遮做这种的时阵，创造环境。三点八六到经历安尼。赖桑不曾称呼这些树是他的，他形容自己只是上天派来的暂时园丁，所以有三大政策：不砍伐、不买卖、不留给后代子孙。唔要啊！后代人去看，讲哦，这只古都已经都有在做这件代志啊！你敢用水管袂使啊？这就是根基啊！人的宝藏是较早人是坑。黄金坑这个时阵，银两啊，咱这不是，咱这是坑意义，这是意义啊，意义而已。还在念国小的孙子也被带上山，希望在耳濡目染之下，从小在他心中生根种树理念。啊，春草2%啦，哎、欸，加了，春这个年，这本来是铺血哦，哎，本来是积血的。啊，播干嘞！播到今麦煞都已经差不多10多岁了。哎、欸，阿桑无讲好，恁奶奶个去买就好啊。这安尼煞第一，我个电报个较高啊，啊较高，那坐伫土架，迄、那个气压较袂去插到脚床啊。就算再怎么省，但光林场工人薪资一个月上百万，一年上千万，更别说买树苗、买地，到现在已经烧了15亿。但跟以前不一样的是，过去只有他一个人，现在随着儿孙加入行列，赖桑开始思考该怎么让这条路走得长久，就算哪一天离开人世，依旧可以永续。别烦恼过钱，就是讲烦恼讲无他开安尼啊。较济都无够快，所以我真够开钱。现实是残酷的，没有钱，梦想即使再美也没法继续。但赖桑不想开放林场，不想破坏好不容易才回来的生态。赖建忠跟赖桑讨论后，想出让森林自己养活自己。咖啡是伫这国宝树中间种一丛啊，甲这红地同款意思吧。啊，这两丛你无法中间种一下，伊会共生啊，啊，伊会吸伊的分多精啊。这5年开始种咖啡，从网络走到实体店面，希望有个园地分享理念。因为这不是帮别人种，所以坚持不接受捐款。我们是在大树下种咖啡，好，空间利用，对。那跟国外很多咖啡不一样，他们是砍树种咖啡。No， 第一，我们不 care 产量，运用森林里源源不绝的绿资源创造获利，然后回归大自然。咖
啡只是媒介，在传递种树理念的同时，人在山上的赖桑一刻都停不下来，因为少做一天损失可大了。现在就应用了三五百个人啊，希望会使应用偌济人？无安，愈济愈好啦。哎呀，来一个就甲种一个啊，来十个就甲种十个，耐心入去啊。伊等于要种偌多，看个人的能力啊。别人看他从身家几十亿到负债，但赖桑认为自己是把全部都定存在大自然。免装修啊！哎呀，你都想，你快乐100%，希望100%。看到这哦，拢爱个经理，你看，我这款拢个经理，经理，这后摆拢种神木啊！哎呀。对啊，伊听说咱人嘛才活100年左右尔，啊，这听说是几千年啊，所以叫我回去，要留50万台军，台湾的国宝树，要留伫这个地球上，啊，那影响较济人。种树才是千年万年的事业，才是真正的东方不败。好，来，我们到这边哈，来看了心情有较好无吼？有啊吼，应该叫真好吼。啊，我问恁嘞，啊赖桑是戆人吗？足巧的吧？伊的想法想着足侪是人无想到的，我讲伊足巧的，但是伊嘛是有一丝仔戆。伊若无戆，伊就袂来做这个事业，就袂想着要做千年、三五千年的事业。伊头前有讲了哈，伊囡仔讲，恁爸爸是毋是去用黑符啊？啊，我问恁嘞，啊，恁来遮上课，恁有去食地符啊无？无吧，对不？啊，咱是戆人吗？我感觉啊。咱是巧的，巧的，才会当分辨，才会当知影要来遮。但是你啊，嘛是要有留啊，一出来讲，哦，这条路才行落去，你嘛才敢来遮上课。外口阁足侪人唔敢来。哦，好，来，咱先到遮哈，先下课，哈。各位同学，我们下课休息10分钟，好，下课休息10分钟，谢谢。